早晨，今天呢帶大家來到公園做一個 chest workout， 六種不同的 push up 全部都非常之簡單。如果你沒時間出公園，可以在家做，但是出公園都是記得殘放曬嚟啦。第一個我們要做的動作是最 basic 的 regular push up 掌上壓。做掌上壓的時候，雙手大概整个人撑起身，变成一个 high plank 的姿势。由于每个人都有主力手的关系，所以上的时候很容易一边上先一边慢一点。push up 咧都可以幫你練到上中下胸，仲練埋你三頭肌添。好似今晚嘅天氣做，一定翻你做到好似我咁啲青青幾大紅嘅。好，加油啊你都！